谢谢。我们是来自隔壁县的国立东华大学，然后我们是布农族学生会。对，等一下，我们的乐手，讲话。然后我们是一群，就是来自全球的布农族。对，为什么是全球呢？因为我们，因为有一个我们的布农族的同学，他一半是约旦的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应该是国际性的，对，国际性的学生会，国际性的，对。对。然后我们就是这群布农族青年学子，我们就常常会聚在一起，互相交流，就是彼此的一些文化知识这样子。然后我们也会就是在这个学生会里面会找到自己回家的路，就很像找到所以分享彼此自己的一些经验这样子。好，我们有一个开场，你们要听吗？好，准备喽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布农族学生会。我们自己做效果，因为对，我们都自己来，我们都自己来。这边有布农族的吗？有布农族的吗？底下还有。听爸爸音嘛，爸爸音嘛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会用一种就是比较轻快，然后比较就是用分享的形式来跟大家，就说我们在我们求学阶段啊，或是我们一些遇到一些问题，还有就是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些就是感动，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这些人，就是这些一群的布农族学生会的这些人，我们可以希望透过我们的就是这样子，透过这样子，然后去感受更多的原住民青年，不只是布农族而已，可以让更多的一些原住民青年，让他们自己找到回家的路，对，然后回家的路就是那他自己文化本身的那个根源，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用一首比较轻快的歌谣，先让大家进入一个，要解释一下吗？好，解释一下好了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带来第一首歌叫做。叫萤火虫过来，然后另外一首叫做小蚂蚁之歌，对，小蚂蚁之歌。好，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打拍子嘛。 对，好，那我们要自我介绍吗？你们想要听我们叫什么名字吗？还是不要好了？好，我先自我介绍好了，我是国立东华大学布农族学生会的副会长，我叫阿姆伊斯巴利拉。大家好，我是也是东华大学，我是发发型高难。大家好，我也是来自东华大学，我叫阿里巴拉拉比。大家好，我是东华大学，我叫伊苏伊斯坦大。大家好，我是东华大学，我叫南尼拉米利安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东华大学的朗维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东华大学的独化伊型高难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东华大学的玛雅。还有我们的吉他手，大家好，我的名叫做古比尔丹纳比嘛。还有我们的鼓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名字叫做盖苏斯达西巴的。啊，对，他一半约旦人。对，还有我们的钢琴手。大家好，我是巴里斯达马比嘛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开始了。好，开始我们的第一首歌。
的海底。